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宁果儿。自从我的同学知道我给粉丝修东西以后，也非得拿个东西来让我修。这个时候应该在路上了，走，我们去看看是个啥。自己起来来了。那个时候烟子通通，我也不晓得哪来了。来，我拿去看好吗？看看都凉快。好。这是一个单身的自习包，我跟你说冒烟了，应该是烧了。我现在把它拆开看是不是烧了。这个冒烟是因为这个线圈已经烧掉了。刚刚那边还看不出来，这边就明显的两种颜色都不一样，主要是已经被烧坏了，还是冒大烟。果然这个烟不小，这个绝缘绳都已经烧坏了。这个电机烤死可能是因为液冷里面烤的东西了。我检查了半天也没看到有任何的沙子，是这个轴承坏了，不能动了。我已经绕好了，接下来我就要开始下线了。我要挑战一下这个电机，我能不能20分钟完成？现在是1:03。挑战失败，现在已经1:29了。这个自吸棒我已经修好了，不知道我同学看了以后会不会觉得我买了一个新的送给他。现在我就去试这个机器能不能用了。这个固子该放水了，我把这个机器用来试一下，看能不能把水给抽干。